届云豹新闻奖日前举办公布入围名单的记者会，包括了电视、平面、广播、网络四大项媒体。评审自158件报名的作品当中，选出64件来角逐得奖资格，竞争可说是相当激烈。我们的云豹新闻奖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说，其实我们在报道原住民议题的时候，从议题的设定、在采访的过程到最后你的故事的呈现，它是不是可以守护而且坚守原住民的主体性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在众多全国台以及新闻媒体的共同竞争下，台湾数位光讯科技集团旗下的中投有线电视，本着地方媒体重视在地议题的用心之下，这次以新义无死命案、部落遭受污名化以及原乡土地纠葛两件新闻，参加第二届云豹新闻奖的即时新闻奖项，双双得到提名入围，让主办单位是非常称赞。所以得奖就是具有这那种所谓的指标跟象征的意义，也显然是什么，就是具有这那种所谓的专业，甚至说更能够深入了解报道我们原住民的文化了。在强劲对手的环伺下，台湾数位光讯科技集团旗下媒体参加云豹新闻奖，仍能双双入围并获得肯定，让集团上下都倍感鼓舞。那透由我们媒体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该把他们的这个正确的这个形象，或者他们的价值观，或者他们里面文化呢，透过媒体来广为宣传，让所有大众呢有正确对他们认知。那这一次呢，评审单位也特别在给我们肯定，3件的入围作品，我们就有2件是入围的，我们很谢谢我们的同仁，也谢谢这个社会大众对我们的支持。会中评审委员也指出，这次入围作品皆以原住民的角度，将原住民部落中需要关心与导正的议题报道，让社会大众一同重视，这些媒体的用心值得用奖项来鼓励。这些议题都非常的重要，这样那以往真的是我想主流媒体太忽略了，那么这次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议题在很多的地方媒体、很多原住民的媒体，甚至主流媒体上都看到他们的声音，看到他们的问题，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大的进步啦，这也是我们真的是要重视族群正义的一个成就。台湾数位光讯科技集团旗下的中投有线电视，以信义无死命案、部落遭受污名化以及原乡土地纠葛两件新闻，在众多主流媒体的环伺下，仍然双双获得入围提名，再度展现了地方电视台用心报道原乡新闻的实力。谢俊轩，南投县采访报道。